好，来，咱即马过来继续哈。这个1949年6月15日，这个40000元一元，应该有听过咱的长辈讲过嘛，哈。40000元一元，就是咱的旧台票来换新台票。哦，但是咱的秘书长当时是甲美国个谈论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伊讲咱伫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内已经享久啊。哦，迄阵当时是迄阵讲是67、68年迄阵，讲阮即摆转型正义。较早迄阵几十年前，迄个一斗米当20元，进一斗米200几元，啊，咱若10杯。哦，咱必须就是讲啊，安尼无40000，我那个换1元。哦，咱以后我们用正台币跟他换，你讲袂使，要用40000换1元。哦，40000的新台票换咱1元的正台币，咱的1元正台币跟美金是等值，哈、哦，等值。来啊，这个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哈。哦，伊这个顶管这就是有用绑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伊在飞较轻，载油较侪。当这是1941年12月7日，对阮屏东这个机场吼，屏东机场飞到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，就是零式战斗机过遐甲轰炸100几架的麦克阿瑟的一挂战机啊，就是对屏东机场飞出去的。啊，这个零式为什么叫做零式？哦，零式战斗机的由来，因为纪念黄济2600年，就是昭和15年啊、哦，所以命名此战斗机为零式战斗机，就是这个零啦、啊，2600，哈、哦，就是零式战斗机。哦，啊，这就是阮去年哈，阮、哦、过日本，阮过迄阵是拢落雨咪，哦，拢落雨，哦，阮去咱这个大正天皇甲昭和天皇，哈、哦，也陵寝遐个祭拜，你看这下面拢个藏荷花，哈、哦，哦，啊，这是靖国神社，咱有法度，他入去伫靖国神社。咱是爱感觉足光荣的呢，因日本吼，即卖的国民，因一世人都无可能入去到内殿呢，只有当伫外口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外口遐，啊，拍两个婆啊，安尼拜拜呢。咱是入去，佮对这个入去，唔是当直接入去吼，咱直接对囝会有这个迄、那个会议室，啊，当对会议室的门落去。啊，行一个毛主席，迄种行落去拢棒啊！哦，你若有机会啊，因进5月16日，5月5日，哦，咱有一个团要阁过哈、哦。啊，这拢咱台湾的行落去，哦，这拢足大机的，哦，这拢原木哈。哦啊，这是阮去年12月23日是明仁天皇，哦，81岁。哦，81岁的生日啊！这个你真安个看，你敢无看出啥物特色出来？哈、啊，不是有防弹玻璃，那是没有错，因为他们的风俗啊，天龙是不是上大？天龙无国籍呢，甲咱相共无国籍，只有天龙的手。会当举边伊个头壳顶较悬，其他拢袂使，爱举伫耳仔下，吼、哦。对一个敢举出头壳顶嘞，遐就是天皇啦，这是天皇吼、哦，明仁天皇吼、哦，啊，咱住伫伊个头前30公尺尔，所以讲伊拢咧甲咱挥手，吼、哦，拢伫头前即个甲咱挥手，哎，这边。特别都头我对一边挖过来，啊，对时间拢伫咱的头前，台湾民政府才举起来头前这样呢，哦。
十二月二，哎，人有够多，太多了。我要落来，我慢慢行，都人一啊，阮就拢落来啊。真正迄人哦，若无砍的吼，你就胖见呢。啊，好佳哉，咱拢有穿西装，咱就为什么拄啊？哦，这有够多，你无看？这是2012年，吼、哦，咱为什么要穿排这个肩带？吼、哦，意思就是讲。咱拢是台湾民政府的人，要有天皇讲哦，阮今年又过来，哦，来甲你接受。啊，但是今年是较好，气候上好诶。哦，唔呐，敢若5度还7度尔，啊，伊遐较干冷，看起来袂足寒。我2012年去吼，拄啊要来电的时阵哦，是拄好零度，啊，搁落雨咪，我拄啊穿一双袜尔，迄搭踏着涂骹吼，就安尼寒寒到规身躯拢寒起来。真正爱透风哦，好足寒。哦，啊，这是一个整个广场哦，遐人太济啊。哦，啊，这是我2012年去的时阵，都、就是伫遮。哦，对，这个挖入去，哦，挖入去，啊，遐有一个会议室，啊，那对会议室过几百安尼，哈、哦。啊，这是2009年12月15号，哦，日本天皇甲习近平，习近平当这时是做总理。哦，伊去甲要见日本天皇的时阵，是爱经过美国有关单位安排，毋是讲你要见天皇就见天皇，不是这样。哦，要见天皇，那是讲如果天皇那是去访问帝制的国家，哦，譬如讲是英国来讲，你英国的太子还是这个皇太子哈、哦，出来要甲迎接的时阵，你一定爱跪单脚。跪一跤，哦，啊来给他握手。啊，你那奥巴马，伊一定爱90度鞠躬，甲天皇握手。哦，这是帝制国家的礼仪。啊，习近平无啦，甲迄个胡锦涛较早，迄是无拢徛的尔，都介无礼貌。所以讲哦，我去日本，去美国，听因在讲吼。因足呀，足讨厌中国人，真诶啊，足讨厌中国人。就当像我要倒来伫飞轮机伫纽约遐登机，我着徛伫个后壁。啊，伊即个手提包吼、喔，要放伫个置物柜内底吼。啊，置物柜内底有个枕头加迄个被单嘛。啊，拢敢搬落来，啊，怎伊会甲落去哩？啊，因太太讲，你怎么不拿上去呢？啊，不管他，啊，着坐咧。啊，遐物件都放伫遐，因无当个板头客。安尼客气哩，你也看迄个风度有够歹，哦，风度足歹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当这时习近平甲天皇讲的时阵，伊讲，阮即马中国经济有较好，啊，是毋是恁台湾会当卖完？哦，伫遐讲24分钟嘛，但是天皇伊家回答，伊讲，阮历代啦，吼，历代的这个风俗。我无得卖土地，无得卖物件就对啦。伊无甲讲咧卖土地，我们历代的皇族皇室无得卖物件。好、哦，啊，讲讲了，偏要懵伊就转去啊。好、哦，文静啊，咱阮都卖哩啊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即卖来讲，这个法律的台湾甲政治的台湾，咱拄啊有小可讲过吼、哦。政治，啥物叫做政治？政治是一种的手腕。啊，有的人讲，唔啊，我无咧插政治啊。其实你每一天当中会用到政治，为什么？我简单举一个例，咱有结婚呢，还是无结婚呢？还是有翁仔某的？哦，你要买物件，翁仔某去买物件，拢好无要紧。但是我看到较好的，哦，伫专柜里看到较好的，香蕉啦、金马啦，吼、哦，还是 LV。我、哦、这袂歹呢，这一卡几啊十万，哦，但是呢，太太要爱，哎、啊，迄种无可能先生官嘛，吼、哦，拢是太太要爱，但是伊会讲讲，哇、哦，这卡向贵吼，无咱，但后是毋是讲我薪水哪领较有够的时阵，咱再来买，这就是手腕，嘛是一种的方法，哦，啊，你若想讲，即马上界流行的，哦 ，iPhone 6。即卖啦，未来机
iPhone 7那出来，哦，就像讲，哦，譬如讲啦哈，那是声控的，我整个城市给它按公共的，哎，就出来啊，哦，但是那一台那十万，囡仔那要爱讲，咱是大人讲，哦，那较慢的，那即马伤贵吼，等下那较普遍的时阵较俗的，我当买好你。这也是一种方法，一种政治的手段。你每一天都在用，哦，这叫做政治。啊，咱唔免去来参与这个政治，但是你每一个人，你爱去捌政治。你若唔捌政治，等下换政治来捌人的时候，就是像即嘛，网球这个时阵，叫你交偌济钱，你就是要交偌济钱，税金因得收。啊，咱是安尼，伫咧大日头安尼曝甲规身躯汗，咱按时间伫交这税金。哦，所以讲你茫看讲政治无虾米货，恁爱去捌，爱去了解哈。来，我遮有简单哈、哦、举个例子，这个五都选举咱拢知影哈、哦。啊，伫这个国际法内底有一个铁则。就是恁今日上重要的，恁要来学的。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。记一个咧，吼、哦，高雄县合并高雄市，台南县、台南市、台中县、台中市，吼、哦，这种合并是按台北县甲台北市袂当合并，为什么？来，我讲一个咧。台北县甲台北市，上一个叫做中华台北，真正的名字 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中国流氓政府在台北，所有流氓的政府拢伫首都。台北是啊，那个用一个新北市。如果乃当合并的台北市，加的拢总会当合并，这叫做就地合法。安尼有了解无？吼、哦，今朝我阁讲一解，安尼有了解啦吼、哦。来，这个伫1950年3月13日吼、哦，这恁那小可看一下，蒋介石讲吼，因、哦、啦、啊、不是我们咯吼，因、哦。就是中华民国到去年1949年，已经随着、哦、中国沦陷已灭亡了哦。这蒋介石给讲的哈、哦。来，阿家咱有宜兰州的，有没有？宜兰州有哈、哦？啊，你有没有到你们的州总部？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好像在花莲市，哈、哦，就11号。哦，阿姨，当这是伫2013年7月7日，你要看台湾民政府的扛棒无向大机，你今仔咱是毋是合法的？我来讲，法律若无100%，哪个有讲诶0.几毋是诶哈？譬如说啦哈，95%，只有剩下的0.5%啊，安尼都未使，所以讲法律一定要100%，好、哦。咱行这条路就是法律的路，哦，啊，这是平潭岛，哦，这恁 Google 拍起你都有看呀，哈，伫遮啊因，哦，等于拢用风力发电机，啊，咱在遮咧盖合适啊，哦，咱较巧，拢用发电机，风力发电机，啊，咱的劳工保险，遮七条外。当时是咱讲领3600的消费券，中华邮政吼，给借4.5条，到即阵的11.5条。这两天的亚投行，亚投行上少的创始国的基金是1000亿的美金，好代票3条。啊，这是一个诱因，是一个诱因。我先给你入，后摆你要搁纳偌济也唔知哈。因为这咱有受过法律过，咱虽看到，咱就虽知影，这内底咧变啥物鬼啊？哦，来，我即马讲一个简单哈、哦、正确的养生之道。你若这个做好，会
会当改变一些健康甲幸福。各位透早有食水果无？饭前水果，你安怎食？来，我甲恁讲，我食四个半月，差不多五个月，我的头毛头前嘛是金金呢。等下你等下看，我这头毛有发出来。食水果，看你怎样吃法，看你安怎食法。哦，我对早时开始讲了哈。哦，一天一粒苹果，医生找不到我。不一定要吃苹果啦，哈。这个有机的奇果嘛好啊，香蕉嘛好，芭乐嘛介好。因为你透早起来，有的人在这要上班嘛，对不对？你较早起来，用温开水，吃温开水300到500。你啉的时阵，你空腹啉，你的胃会足爽快。苹果，你若用一个烧水烧温的吼，把它用迄个蜡稍微甲洗掉，挂皮食，食食的。一点钟后，再食你要爱的早点。哦，甚至无食嘛，无要紧啦。啊，到中昼，哦，你当个食啊，暗顿较早食的。以咱的营养，安尼拢足有够的，尤其是尽量卖去食宵夜。宵夜呐，逐工食食久啊，总有一天胃癌绝对来找你。哦，这是会当证实哦。等下我会用予你看，为什么？咱暗时咱无啥咧运动啊，咱七点进前咱就该食，食到5分饱至6分饱就好。买减肥啊！啊，因为咱暗时无啥在运动，和咱的胃会当较早休困。卖讲啥，简单卖讲咱的五脏六腑啦。11点到1点是咱的肝休息的时间。啊，咱的胃，你若拢长时间无休困，都卖讲啥，三工你卖休困的，你拢甲做三工卖做得，卖休困得，你站会掉未？站未掉。哦，啊，这是一个足简单的，一个。健康之道，啊！你食饱，唔好食水果。水果是伫饭前来食，唔好是饭后食。你饭后食，就是因伊水果较紧发酵，发酵了会产生一个迄个酒啊，哦，酵素。你发酵了，你食就是爱，哦，那食饱就想要困，会有咧情形。食饭饱，唔好食冰的物件。因为你食饭饱，咱咧食菜、食素食也好，食炒也好，一定有含油。你油食咧，你搁食冰的类，哦，足爽快。但是你冰拄到迄油，伊产生一个液体、固体就对，会变一个小冰块。啊，迄个小冰块拄啊。人入去伫肠啊，住伫咱个肠胃、肠啊内底，内壁吸收，足紧就吸收，啊，产生了固来变脂肪，脂肪来变啥？变癌，吼、哦！加全球将近70亿人口，台湾只有2300万，居然有3项第一，对啥？对，糖尿病嘛第一，过来就是癌症嘛第一啦。啊，拢是安怎？拢是食来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联邦政府，这个领导人，伊无将伫这个岛屿台湾食的人，食的人民，甲恁当作是人嘛？魏应聪。吃那个橄榄油，因那1公斤拢5-6千块呢。啊，咱做家吼，话要拍拼是为着俭。哇，这一罐90几块，两买100，哇，这来买这较俗的，唔好买200外。拢安尼在俭，结果咱是拢是食地沟油，含咩牛油都用电来互恁食，真正啊，咱的囡仔。
幼婴啊，哦，除非伊食无奶，哦，即马全球在提倡食无奶，哦，食甲一年，甲食一个月差足济。哦，譬如讲，咱啊夫妻，哦，是讲头壳无讲，卖讲像柯文哲安尼啦，中上啦，哦，有较好小块。但是你啦，囡仔好食无奶，食足一年了，我来讲，他的智慧，伊的爱赛，会超出你父母亲的智能还高。哦，啊你呐，哦啊，食两个月为着要保持身体，哦，啊个要足水，安尼来，你食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，就差足济啊。你来是食牛奶粉，对不对？啊，牛奶粉啥？三聚氰胺，过来，我食塑化剂，过来啦，食一寡豆干、二甲基黄，含即卖的乌糖，上俗的乌糖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讲起来，大家人嘛用呢吼，食将久安尼，啊，搁我倒来，他家拢食毒啦，所以讲。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了，这些不孝之徒，我来讲，咱所做，咱就是要改变这个政体，一定要改变，若无改变，无效啦。咱就免成立台湾民政府啊，咱就是要将这个政体把它改变。你若是贪污，哦，这咱的基本法咱有通过，就是法律两条。公务人员，恁以后拢是一级的主管咯。恁即马得要有心理的准备，唔可以贪污。贪污，唯一查到三天就枪杀啦。哦，这我嘛有参加到，我有信到，我知。第二就是鞭刑，啊那遐我都讲的不孝商徒哦，咱的所有的钱啦，还是伊的迄个公司拢总充公。你爱安尼吼，你哪有法度他？间隔咱这块土地，咱以后咱必须定的构想，咱是要来做一个医疗国，甲农业、农业国家这个医疗国呢？咱当这个偌济人呀？两千三百万人。啊，欧洲嘛，甲咱平济人口，但是因土地较宽啦，哦，土地较宽，哦，啊，这咱绝对做会到哈。来啊，这是这个，因为恁是初级班呐、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吼、哦，这内底有足济恁伫高级班，恁大哥老，即个老师、即个讲师还是教授会阁讲着，哦，啊，简单甲伊讲哈，这1951年9月8号签约的，哈、哦，啊，1952年4月28号。暗时十点半生效哈、哦，来啊，这就是拄啊，咱要讲的这个完全的主义哈、哦，完全的主义哈、哦，等于权力加名利加主张加义务，这就是间隔的主权完全主权哦，主权就是定义这个主导权。完全主权等于地上物的主导权，加土地的主导权，哦，等于权力主权加领土的主权，哦，主权权利加主权义务，这都是领土的性质才有，哦 ，full sovereignty 哈、哦，就是等于多少人都要讲诶，权力哈、哦、，right 加名利 title。加主张 claim， 加 obligation， 哈、哦，这是一个义务，这叫做完全的主权，哦，完全的主权，哦，哦，啊，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，哈、哦，鸦片 relinquish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， 哈、哦，加台湾加平哦，哦，这就是日本政府已放弃。台湾的名利、名义甲名利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拥有这个权利的义务，这边只有
这个 right 哈、哦，这个名利加权利哈，加、哦、这个 title 两行俩，无这个 claim 就是义务，这个主张。你会当放弃全部两项，但是咱是已经伫1945年的4月7日，咱是合并是领土内底啊，哦，所以讲是放弃管辖治理权，哦，管辖治理权，这个管辖治理权唔是领土主权哦。即个中华民国就甲你教呢，哦，这个日本。放弃主权权利，哦啊，回归中华民国啊！啊，伊是家己安尼家己死啊！啊，咱是安尼读啊，讲哦，安尼伊拢放弃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即阵就比中国人啊，中华民国借啊嘛，其实错了。这就是读战争法，哎，足深奥内面都是伫遮，都是差一句。体有道理，哈、哦，就是领土。你合并伫领土的时阵，你就袂使分割，哦，就像拄仔咱伫这个下关条约，咱有讲到辽东半岛，辽东半岛是台清的起源地，伊的发源地叫做奉天，奉天，伊是领土，你就割袂出去啊。所以讲天龙嘛是爱个行人，但是你那是可能呢殖民地都无共啊。殖民地伊就当放弃，哦，是美西战争，美西甲西班牙1898年，伊到即阵116年，伊就是要独立，哦，啊西班牙都放弃，好，你美国，你即卖占诶，但是美国，我等一下吼，若时间较紧，我讲较紧诶，我讲迄、那个。美国的方面哦，这个做一个比对，因为你西班牙放弃四个，哈、哦，就是这个波多黎各、噶菲律宾、关岛、噶古巴，因为古巴是放弃，其他波多黎各、噶菲律宾、噶关岛，这是一占的，它是占领。啊，我都有讲啊，因为。波多黎各吼，大家吃甲拢足肥，啊！伊就是要互伊独立，美国要互伊独立，伊就天天来卖独立，答辩啊，公道拢无爱过。啊，我都无钱，就甲美国伸长手，你也钱给我啊！哦，啊，那国防你就爱来搞我顾啊，啊，无上个你要搞我占，这是不是在暗示咱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美国你搞我占的好。啊，阮那中国迄边啦，有啥物压力？吼、哦，啊，你美国都爱顾啊，爱来甲阮徛卫兵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人家基地，咱拢会当租伊，哦，拢会当租伊，啊，佫有租金，哦，像进，好啊，有夏威夷，夏威夷伊内底伊个税金偌济，1块美金尔，哦，伊个税金，但是因拢靠啥物货？唔是靠观光哦，观光只有50%尔，拢总靠租金，哦，因为港口美国爱家租，啊，所以讲因拢打工，拢伫遐海边，哦，在佚佗尔。这乌杜西亚哦，阮去哦嘛，因为阮是去3个州尔，啊，乌杜西亚我想起来吼，那像阮太太讲。你给我买一个东西好不好？我没在美国时间，结果在美国，你不可以说这句话。坐车一坐坐到周围，别的周围都要4点多钟，坐到脚趾外点死。啊，你要想说，在国内线，在洛杉矶到纽约要坐几点钟？国内线要坐4点半钟呢。当一个德州啊，就20几个台湾的大，德州。哦，安尼即有了解啦，哈、哦。哦，啊，即美国军事政府，哈、哦，会架构下台湾民政府 ，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， 哈、哦，简称 USNG， 啊、哦，
台湾西部吼、哦，西部加勒文的民政府吼、哦，台湾民政府，啊，伊这个就是在美国军事政府的架构下，啊、哦，台湾民政府，啊，咱的身份证这个下面就是咱台湾民政府正在试行运作，啊、哦，所以咱请的迄张台湾政府是以后美国这个美国军事政府伊呐撤退了。爱由国会甲总统任何一个人宣布都会使。讲好啊，你台湾遮内政拢处理啊足好势，恁家己我当哪正式家己运作啊？阮即个军事政府，阮撤退，总统若宣布都会使。撤退了，即个民吼，即个民就退掉。啊，即四句安怎通？嘿，咱的身份证就是安尼意思。人来咧，甲你问，啊恁，你摕我看是台湾政府身份证啊，啊你搁摕我 DN 上面有拢写台湾民政府，啊这到底是啥物？我搞不清楚，恁得按那个解释，好、哦、啊，就是在法理上是这样哈、哦。这个法律的论述的探讨哈、哦，第一。就是美国国父哈、哦、乔治华盛顿啊，啊，这个国际战争法内底有一个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哈、哦，这个就是美国诶交战守则哦，第六章第一节358-58条哈、哦，联邦政府不能就地和完，第日内瓦和平公约第47条哈，啊、哦哦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这个伫1898哈6月12加。如果乃当移转主权，加拢总叫做美国。哈、哦，流亡政府的定义，就是对家己的领土流亡到他国的领土，袂用伫他国建立家己的主权。伊一个咧，法国哈、哦，当这时被德国战败时，伊流亡伫英国的首都伦敦，哈、哦，叫做 French London。彼个时，吼、哦，嘛是小港，伊嘛是流亡伫伦敦，吼、哦，叫做比利敦伦敦，吼、哦。韩国伫1904年的时阵，伊将皇帝将管辖治理权，吼、哦，来交予日本天皇，吼、哦，啊，当时是因为签一个日朝并合条款，吼、哦，啊，伊韩国本身，吼、哦，皇帝还阁有这个。领土的主权，所以讲伊伫流亡伫上海，吼、哦，中国的上海，拢伫首都，吼、哦，叫做 Korea 上海，哈、哦。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哈、哦，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简称中国，哈、哦。Chinese is there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哈、哦。所以讲亚投行伊要用啥？中国台北，哈、哦，中华台北，哦，这是2009年4月7日，哦，美国联邦高等法院，哈、哦，法官布朗，哦，伊宣判有5点，哦，就是咱伫2006年10月24日，哈、哦，咱秘书长定，哈、哦，228个，哦，伊控告美国的总统、美国的国务院，加。国诶，这个国防部哈，即个宣判就是：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咱伫世界哈、哦、国际上无承认的政府；第三，咱本土台湾人还阁伫生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，哈、哦，咱还阁伫选举啊，对不？哈、哦，台湾还阁是够近哦。那个是美国军事占领，哈、哦，就是美国总统占领中。美国行政单位应该要主动，哈、哦，这是第5点，要协助阮国的诉求，阮国就是咱，哈、哦。哦，这拄啊，我有讲过哈、哦，台湾民政府，哈、哦，就是这个，哈、哦，2008年2月2号，哈、哦，成立。哎，这是美国哈，国父，我就是，
或者就是华盛顿哈，就是华盛顿啊，乔治华盛顿，伊伫1789年哈7月2号，甲美国国会哈借两本册，但是经过伊个基金会221年了，哦，伊当来向这个国会，其中一本就是《万国公法》。哦，伫美国总统伊当选了，唔是讲我做美国总统，我就当为所欲为，我要做啥都拢会使，一定爱受到这个宪法第六条的修正案，你一定爱按照宪法来，哦，来行使这个权利，哦。来，战争法，上面有叫做战争法，就是这五项，哦。战争法的体系就是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，哦，第一条，日内瓦和平公约，哦，这是有关战争法，哦，这拢有百几条，而且判例。战争法本身就是一个惯例法，伊无条文式的，无讲哦，这一条一条一条无，哦。这是一个惯例法，哦，第三条就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有关战争法的部分，哦，这里嘛有半几条，100多条的判例哈，就是讲我简单举一个咧，因虽然咱无参加战争，但是咱伫这战争的当中，咱有看到这个影片，哦，伫这边有一个义务兵，哦，伊就是拢有挂一个迄个肩章，写一个十字，迄就是义务兵。啊，这义务兵要从啥？伊就是包括盟军啊，是敌军的伤患，拢爱救，哦，拢爱救。这就这个红十字会哈，内底有关战争法的规定哈，哦。啊，这个第四条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哈，哦，有关战争法的判例哈，哦。这就是惯例法，包括再来，过来的1904年美国陆军总署。有关战争法的专播，哈 ，FN27之时，哈，这作者，来蒙特维多公约，国家有四个要素，上面叫做国家，就是爱有家。第一，你爱有完全的领土，哈。第二，你爱有政府。第三，你爱有人民 ，people， 哈。政府的 government 领土 territory， 第四，你要选举制定宪法，已经偌高宽领土，台湾是上个领土啊？唔对，哦，安尼拢都啊拢无听落，大日本帝国天皇系。以今嘛，这个新的日本政府是因为马卡萨将明治宪法改修改过，今嘛变成和平宪法。哦，天皇又就地踏勘，将这四个岛——本州、九州、四国甲北海道，今嘛就是新的新日本。但是，咱是包括。大日本帝国，包括进来北方四岛、独岛、啊琉球、台湾这些朋友，拢要属于大日本帝国。为什么？这个安倍要甲普京，啊，普京要讨这个北方四岛，普京甲讲，你爱等伊读册，叫安倍爱等伊读册，足无礼貌的呢。安倍嘛戆戆啊。好吧，我都读个将官啊，我都做个首相，我要去读什么册？结果第二遍去的时阵，嘛是上个甲讲的呢。结果，因太太助理来遮，哦啊，因有经过翻译，哈、哦，讲这个要去甲莆田托北方四岛，讲叫爱来爱来读册呢。莆田讲讲了对，为什么？因为。现在的新日本，他没资格让他去讨北方四岛，但是我们有资格吗？我们有资格，是怎么说？我刚才说过，我们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。
就是因为咱是臣民，咱当发动啊，入去伫靖国神社的内殿啊。这个内殿有三种人会当祭拜：第一，天皇；第二，国会议员；第三，就是因管市长选举了高阶。这三种人会当入去内殿，其他拢袂使。哈、哦，来，台湾唔是台湾人的台湾。哈、哦，有都是啊，秘书长会甲咱上课。会甲咱问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不是哈、哦。啊，你呐，佮有一种的讲法，就是讲，啊，我呐住伫国宾饭店，啊，国宾饭店就是我的，安尼还佫较无更加较无可能哈、哦。所以讲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台湾你只是住伫遮尔，但是你袂使讲，啊，台湾就是我的，啊，呐像安尼。记一个咧，啊，咱来住美国，还是来住对国家较好？啊，迄个国家就是安尼，唔是定论不是这样，就是讲你这块土地，咱即马目前住这块土地，还佫有主人。哦，啊，这个主人是谁？安尼我虽袂记哩，天皇系啦。哦，安尼。爱记的哈，来啊！这个开罗宣言哈，这是 declaration 哈，这不是讲袂当做法律上的依据，这咱简单听下就好啊。哈，台湾未来要哪行？哈，台湾的正常化，台湾地位正常化，哈，这爱日本。甲美国吼、哦、来共同来做决定，搁再来就是台湾袂当走向共产的国家，台湾嘛袂当甲中国来统一吼、哦。台湾民政府会为百姓谋福利吼，处处来为民设想，这是咱的主张吼、哦。台湾民政府就是爱为百姓设想。百姓来设想哈，哦啊，这个就是有 Marilyn you write 哈、哦，可以采 payment 啊、哦，巴比亚贝亚子，接着你的福利、你的权利、生涯的规划由你做主，哦，人生是个选择题。不是是非题，这你敢无认同？有哈？人生是选择题，不是是非题，不是对跟错，是你选择，你的选择，你有你的理想，你的目标，你的方向，你若选择了对，这一天来的时阵，也当改变你的一生。哦，这是你的选择哦。但是你若选择了唔对，结果是我破病、哦、生病还是生癌，往生一年嘛。本地人生就是一个选择，哦，就是一个选择。因为我伫去美国这十天哈、哦，就是有一个咱的同心，哈、哦，叫徐先生，伊1940年出生，伊十二岁时阵读国中，就是因为。在第七舰队有一个一对翁仔某军人呐、啊，美国的军人，哦，啊，因来遮驻军，但是因有任务拢两年尔，但是然后特殊的，因来佫加一年。啊，伊伫读国中的时阵吼，伊英语嘛袂晓啊，但会用 Good morning， 吼、哦，啊就 Thank you， 安尼尔，介简单的一个简单的句子。但是呢，慢慢甲因个囡仔吼，因为军人呢有一对儿子嘛吼、哦，一对囡仔，查甫减伊一岁，啊，查囡仔减伊三岁，啊，慢慢伫遐安尼佚佗，啊，伊来因兜佚佗，啊，伊因兜佚佗，但是人迄阵都有马桶啊呢。啊，迄、那个徐先生哦，有一边伊，我讲话足爱笑，伊讲吼，我一步屎要放落啊。啊，入去嘛，唔知要安怎用，赶紧去走转来放喺咱个放会通一个遐啊。
哎，放个阿黑过来喷起来吼，啊，放完当个登云刀，吼，佚佗。但是慢慢因三年过了，伊已经嘛高中啊。但是高中了后，吼，伊个基础英语的基础袂歹。高中毕业，吼，因这个堂兄要考托福，啊，伊嘛讲好啊，我要来考。即嘛拢有两个拢有考过，所以讲伊伫一个准公司伫上班。了后要做兵啊，啊做兵两年，当然我煞无头咯。到有一天，迄个准公司佫拍电话来讲：“啊，徐先生，你敢唔要佫来遮上班？”讲：“哦，好啊。”结果一大就是18年。这18年当中，徐先生嘛有生囝吼，伊个囡仔就是上大汉迄阵，国校4年，一个3年，一个1年，啊，就是我拄仔咧讲迄个卡特，就是要甲中国建交，到1979年的4月10号，哦，建交嘛，美中建交公报是1949年的4月10号，但是伊要追溯到这个1978年的12月31号，就是中华民国甲美国断交嘛，哦，所以讲追溯来伫迄1月1号。啊了，伊有一个政策，伊讲伫这个公司待满15年，你就会当移民过美国，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选择，伊有伊的理想，伊有伊的方向，伊有伊的目标，所以讲伊选择移民过美国，连根拔起对台湾，将所有的土地厝拢卖掉。但是伊选择是对的，伊即嘛拢食饱佚佗。哦，啊嘛，伊过的时阵伊嘛是一间电子公司，真好个公司，爱进退休。哦，啊囡仔大汉个嘛娶某，哦啊第二个子女孩子嘛嫁伫波士顿，第三嫁伫娶啊，但是伊住伫迄、那个亚特兰大。伊讲我若要来看孙吼，就塞6-7点钟的车来。啊！若要去波士顿看祖囝，就坐飞机坐4-5点钟。吼、哦！啊，有够远呢。啊，伊啊，家己吼，因太太有来上咱的初级班、高级班，嘛是过五关。伊就亲身甲我讲，这张身份证是100%有效、有效。其实我嘛过嘛是验证，吼、哦，嘛是验证。你像我，我伫民进党20几年，我要做兵的时阵，我阁受压迫加入国民党。伊若讲我无加，因为我先做参谋官嘛，我无加入国民党，无加哪帮。但是我考虑三工，刚好安着你我俩，结果了，倒来过年还袂解严呢。解严了，我那家己国民进党就是迄阵的江鹏坚，哦，黄信介、余廷华迄阵迄个年代，我就加入吧。但是到即阵了，想想的，你甲看，国民党甲民进党拢在创啥？还不是贪污，对不对？咱希望的就是讲哦，2000年阿扁也选到的时阵，好会当改变咱本土台湾人，结果嘛无效。路拢行唔对去，无行对法律这条路去，哦，所以讲，这是我即马目前，我2011年的6月17号，我加入台湾政府，这就是我人生的一个选择，因为我看到远景，我的目标，我的理想，我的方向，所以台湾政府会当予咱的本土台湾人的百姓，而且老人。的福利的保障，嘛会当予咱本土台湾人下一代的子孙过着快乐、幸福、美满的日子。所以我选择台湾民政府，各位您选择啥？谢谢。好啊，今日我这课就讲到这哈、哦，感谢。